我们要先麻烦，待会会是我们三位魔力玩家会稍微休息一下，让鬼鬼还有王子两个人一起合拍好吗 ？OK 吗？好，我们先请三位魔力玩家稍微休息一下下，麻烦鬼鬼还有王子先把这个自己可爱的萌宠带在身边，我们两位再一次的合拍。好，二位，我们看看这中间点。好，可以了吗？好，我们同样的先从中间开始，好不好？我们先从中间开始哦。手拉进来，手拉回来一点，手拉进来一点。恰恰，恰恰，好，恰恰看了，恰恰，对，往左边看一下，谢谢。来，左边再一点时间，我们看看左边这边。好，我们看看右边，右边先，然后我们待会会是左边，之后我们就会是两位艺人分别的单拍时间。还要单拍了，来，两位这里哦，这里。好，今天活动的最后，我们待会还会有更多的拍照时间。我们现在先让我们的这个萌宠们可以来看左边哦，萌宠们可以跟我们的二位活动大使，我们可以先一起合照。好 ，OK 吗 ？OK 的话，好。好，现在看右边，再帮我们再转几下好了，来，中间，哪里中间啊？现在在讲中间。好，接下来看左边哦，我们左边也看一下下，谢谢，左边。恰恰，恰恰，左边。哦，很熟了是不是？都已经知道是恰恰了哈，好，好，恰恰，恰恰看得很清楚，中间，中间。好，我们右边的大哥们也可以叫一下恰恰，好不好？来，交给你们哦。好，中间，中间再一下 ，OK。好。好，这里不要上报。大哥不要控制。对。好，同样的麻烦王子可以左边、右边都稍微照顾，稍微照顾一下我们现场所有的镜头。还有哪里喜欢需要补画面的吗？如果 OK 的话，我们 OK 右边，好，右边麻烦一下，好。开始，这个非常。OK， 的标志在上面，也请四位先从我们正前方开始，右手边，好，看看右手边之后，我们回到正中间。填的嘛。好，最后请看看左手边，我们左手边的镜头，紧接着上来我们。两位长官准备要先跟我们的这个开幕装置、启动装置，哇，这套蓝色的哦 ，OK。待会呢，我们会麻烦李总经理还有简云运长会在舞台上面来进行联访，所以我们在这边先稍等一下下。而在这个鬼鬼的单拍结束之后，我们会麻烦王子邱正义同样的在我们的这个开启启动的装置前面来进行拍照。来，鬼鬼中间哦。好。鬼鬼这里中间，我们在6月25号的凌晨0点即将要正式的上市的魔力宝贝店。这一次就像我们刚刚营运长所提到的，我们准备了许许多多的上市好康，不管是跟冰放，来我们看看右边哦，好，看看右手边，不管是跟冰放这个 APP 这个 App 有所连结，来，我们接下来看看左边，谢谢。好，最后我们再看左边。OK 的话，我们就要换王子邱胜翊。好，右边还在拍，右边还在拍哦，鬼鬼，我们右边还在拍。OK。OK。好吗？好，谢谢雨还有鬼鬼吴英杰一起在舞台上面接受电子媒体的联访时间。最后，我们还会有这个文字的联访，会是在我们的舞台前方，之后会再继续的进行。来，中间。好，我们中间再补几个画面，谢谢。好，来，我们看看最右边的镜头。鬼鬼有了吗？有了哈。好，就不用帮你叫了。不是有没有？OK 吗？